不是干嘛？加个微信。加微信干嘛呀？你得把奶茶先转给我呀。不是奶茶，你不是跟我换的位置吗？为什么给你啊？可是位置我没坐呀。不是你坐没坐，你也换了呀，那不就是我的了吗？不是你怎么有点不讲理呢？我没带手机，我给你现金吧啊。给，就这么多了。这也不够。要不要就这么多了？那什么，你加一下我手机号，你回去联系我吧。130-01-892。好了。什么鬼？本次列车终点站是古城站。列车运行前方是去哪呀？我回家。下车的乘客，请提前。你家在哪呀？我家在拖走。你也住那边吗？不是，我在那个我在那个海淀那边，但是那个房子现在涨价了，快过期了，我也想换一个地方。你也经常一个人看电影吗？哦，对，没事干，我一个人看电影。你为啥买两张票？我因为不想身边坐情侣，就想跟人分开，隔开一点。好吧。那你家还挺远的。还行，所以想搬一搬。啊。想找找房子。啊。那有串，你去坐去吧。